周四西班牙杯。四三毕尔包对巴塞隆拿。毕尔包上仗西甲主场以0-2不敌基达菲，近十仗首次败阵。其实毕尔包在近十仗只曾击败 CF 英特城和塞斯图这两支弱旅，其余赛事和了七场之多，但当中包括塞和皇家马德里和西维尔这些强队，近期成绩尚可。另外，毕尔包今季11次主场取得6-3-2，主场表现稳定。巴塞隆拿上周联赛主场以2-1险胜利云特，赢波输盘。巴塞隆拿近七仗4-1-2，表现一般。其实巴塞隆拿在此七仗有6仗输盘而回，盘路走势颇差。由于毕尔包近4次主场迎战巴塞隆拿，录得2-1-1的优势，近年主场有力与巴塞隆拿一战，故今仗可撑主场有得受让的毕尔包。让球主客和加好一的毕尔包主胜，博得过。